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《最南连环欧游十一国》。这一集就去到我的第六站捷克。在捷克我会去两个地方的，一个就是它的首都布拉格。而去布拉格之前，即是今集就会去捷克一个比较隐世的小镇 Český Krumlov， 中文叫做克鲁姆洛夫。这个中文名字挺巧口的。为什么去布拉格之前我要揀一日在这里呢？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，很吸引。它的地方不是很大的，大家住回一日，那我就用了大约五个钟就吃了餐饭和行匀了整个镇那么久。当然如果你要深度游的，那就可以在这里住几日。一样这里有个目录给大家，如果大家不想看我行街，就自己在这里揀一个重点去看。去 Český Krumlov 是坐不到火车，因为那里没有火车站的，所以我们就在萨尔斯堡直接租了架车连同司机，舒舒服服咁坐车去啦，大约三个半至四个钟到就到噶啦。嗱，带大家回味一下咧，我喺欧洲觉得好靓嘅一啲地方先。第一个系 Bern， 第二个就系上一集介绍嘅 Hostel， 而 Český Krumlov 就系我觉得好靓嘅欧洲第三个小镇啦。排名不分先后，三个地方都靓。呢三个地方咧各有各靓，但系都系嗰啲充满欧洲味道嘅靓法啦。当然欧洲有好多地方都好靓，有啲仲好大好宏伟。但是讲到好有欧洲风味嗰只靓，好似小镇咁咧，就系头先我讲过三个地方啦。我去欧洲嗰阵咧，一月嚟嘅冬天啊，咁所以由萨尔斯堡揸车去呢个 Český Krumlov 咧，佢都系漫天风雪嘅。尤其是经过一啲冇建筑物嘅地方咧，我觉得真系白蒙蒙一片，迷失方向咁啊！啲雪都落得几大下嘅，不过今次就租埋个司机啦，咁就唔使担心啦，交俾个司机揸车。好啦，终于到达咗 Český Krumlov， 架车咧就冇揸到去个镇里面啦。咁我而家就自己行入个小镇先。我唔知道大家听唔听到啲转地咁嘅声啊？其实唔系转地声嚟嘅，系我拖住行李嘅声啊。因为欧洲嘅地板就系咁噶啦，好难拖夹嘅。好啦，拖住只夹咧，行咗成条斜路咧，就落到嚟呢个旧城广场嘅地方啦。我哋做嘅就系嗱嗱临揾个游客中心啊，去寄存住我哋嘅行李先，咁就唔使拖住只夹周围行啦。好啦，找到个游客中心就在这里了。入到来主要是摆低行李，还有问一下他最近的洗手间在哪里，因为都有点急了。跟着他们就说上回斜路一点，见到个教堂之前就会有一道有洗手间的了。那我们找到了，就是这里。摆低了行李又去完洗手间，那整个人轻松了。现在就正式开始我们在 Český Krumlov 的探索旅程了。嚟咯，我哋一齐进入呢个咁靓嘅欧洲小镇啊！咁而家就行翻去头先嗰个广场，慢慢睇下先。头先摆完行李咧，就好快赶咗去洗手间啦，就未慢慢去睇呢个广场啦。其实呢个广场都几靓嘅，咁而家就慢慢影俾大家睇下啦。拧翻转头睇咧，我就系由呢条路咁行落嚟呢个广场噶啦。个广场中间有呢个就系黑死病嘅纪念柱嚟嘅。好啦，睇完广场之后咧，我就会周围行下呢个城啦。其实我冇乜点计划咧，点样行呢个城嘅，我净系定咗几个点要去同埋食边间餐厅嘅啫。咁基本上我都系乱咁行嘅。呢度咧都唔系话太大嘅，其实我用咗四至五个钟咧就行晒噶啦。我就咁拎住个 Google Map 嚟行啫嘛，咁都冇乜点样话荡失路咯。所以只要你有 Google Map 啊或者类似嘅地图用咧，咁我觉得你嚟到都可以放心嘅。原本咧谂住嚟呢间餐厅食咗晏先嘅，咁但系啱啱撞啱一大班嘅韩国人入咗去食啊，所以就冇晒位啦。咁咧侍应就叫我留低个名，叫我唔记得咗个半定两个钟后咧就再翻嚟睇下。所以而家咧要继续喺条街度行先啦。天气冻冰冰啦，我嚟到嗰日咧好似系-3 定-4度嘅。呢日又冇食早餐喎，咁本来谂住食咗嘢先，但系都冇办法啦。我又好想试嗰间餐厅，所以唯有等啦。咁啊，饥寒交迫之下咧，都会继续行多阵啦。好彩我唔系好怕冻嘅啫。咁焗住冇食嘢之下行咧，我都行咗去第一个咧，我觉得好靓嘅地方啦。个地都几滑嘅，啱啱跣咗一跣脚。呢个地方咧系比较高少少嘅，咁可以影下呢个城嘅景色啦。咁大家慢慢睇下啦。好啦，个景就系咁嘅，靓唔靓啊？我好中意呢啲景嘅，好有欧洲味道嘅雪景啊！我觉得有少少似啲童话世界嗰啲感觉啊。咁呢度影出去都真系几靓嘅，但系就未系最高点望落嚟咯。因为呢度有座城堡嘅，咁我阵间会上嗰个城堡嗰度再影翻落嚟，嗰度就再高啲。
但我觉得咧呢度都唔差噶，呢度都影得好靓嘅，呢度啲景。跟住再行前啲咧，就会揾到呢条桥啦。咁我觉得呢条桥咧，又系有得影下嘅，都有啲景噶。嗱，行到條橋嘅對面咧，影翻條橋就係咁嘅樣噶啦。好啦，咁影完條橋啦，咁又去第二度行下啦。跟住我沿住個城嘅外圍嘅斜路上啦，因為咧網上有人介紹話喺呢條斜路有啲景點咧係可以影得好靚嘅。有兩個景點，呢個第一個，咁我一月嚟就係咁嘅樣嘅，太多樹遮住啦，影唔清楚啊。即係呢度我就覺得唔係話太靚咯，可以唔嚟嘅呢一度。因为你点影都会有啲树枝啊嗰啲喺度咯，跟住再行上啲咧，会有另外一个景点嘅，咁我都影埋俾大家睇啦。我但系抬头望见，突然有一排雀飞过，系一排一字形咁飞过。望完啲雀之后咧，都即刻到咗呢条斜路嘅第二个景点啦。咁我都觉得依然系好多嗰啲枯树遮住咯，所以我觉得咧呢条斜路呢两个点咧系未必使一定嚟嘅。條片嘅後啲咧，我會去個城堡嘅，咁嗰度望落嚟個景係更加靚嘅咯，咁唔使話專登嚟呢條斜路呢兩個景點影嘅。咁我上到嚟咧，都順便睇埋呢個巴士總站啦，因為今晚咧我會喺呢度走嘅。我冇喺度過夜㗎，我玩完我就直接搭車去布拉格㗎啦。既然一場行到上嚟，就及下個巴士站同埋附近啲景先啦。好啦，跟住行翻落個城裡面啦，咁我繼續喺度遊蕩啦，因為仲未夠鐘食晏啊。好啦，跟住咧就到咗呢个圣维塔大教堂啦。系啊，我啲欧游片又出现教堂，因为欧洲咧系充满教堂嘅。咁啊，入去睇下啦。好啦，睇完啦，咁呢度就更加清楚睇到教堂嘅外形，跟住再周围行下啦。心水清嘅朋友应该认得呢条斜路就系开头嗰条啦，即系一开头就系厕所嗰度啊。嗱，今次我就行入个城度慢慢逛啦。呢度有个建筑物咧，佢个墙咧有啲画喺度嘅，咁大家嚟到都可以望下嘅，同埋佢隔篱啊咁嗰啲建筑物都几靓嘅。可以喺度影下相。嗱，呢度仲有个蜡像馆啊，不过我就冇入到去啦。前面有啲小桥流水啊，其实佢成个城咧都久唔久有呢啲小桥流水睇下嘅，我觉得呢度真系几靓几舒服嘅。嗱，呢度有条河，有条桥，对面有个城堡嘅，咁个城堡咧我就食完饭先去啦。嚟到 Chesky Kumlov 呢个城堡咧系必去嘅地方嚟嘅。雖然而家唔上去住啦，但我都會喺佢留下呢啲咁靚嘅河道啊、嗰啲橋啊，同埋嗰啲景咧，影俾大家睇下先嘅。
啦，城堡对住呢条河咧，呢个位咧，佢会有张凳咁样喺度嘅。我觉得呢度又系好靓嘅，呢个都系一个我推荐嘅打卡位嚟嘅。嚟到唔好错过呢个位啊！跟住差唔多啦，可以行翻去间餐厅度食晏啦。好啦，翻返嚟呢间餐厅啦，咁今次入到去咧，咁佢侍应就话有位坐啦，终于可以食嘢啦。点解我咁想嚟呢间餐厅？大家睇唔睇到啊？佢个装修咧好得意啊，好似喺个冰洞里面咁样嘅。然后餐厅中间有个大火炉嘅，咁呢个大火炉咧，除咗可以令到间餐厅暖啲之外咧，佢更加会喺呢度咧燃烤一啲食物俾客人食嘅。我最中意周围食嘢噶嘛，咁呢间餐厅咁特别。如果我一場嚟到咧唔食咧，我唔心食嘅，所以我寧願等咧，我都要食呢間餐廳咯。冰天雪地之下咧，咁我揀咗兩個肥膩嘅嘢，就係一個燒五花腩，一個燒豬手啦。咁例牌又有啲麵包先啦。嗱，呢個就係大廚啦，咁佢燒緊啲嘢食俾啲客人啦。你會見到咧嗰個炭爐裡面咧有各式各樣嘅食物喺度燒緊嘅。咁我亦都好肚餓嘅關係啦，對今餐真係非常之期待嘅。等嘢食之就嚟整翻杯捷克嘅黑啤先。头先咧入到嚟好似冇咩人咁啦，跟住越坐又越多人啦。咁无论多人又好，少人又好啦，我都觉得呢度嘅装修啊，个气氛咧系好鬼正。睇下个炭佬多咗啲嘢食啊，有只猪手攞刀插住系我嘅。其实我咁肚饿，睇住呢个炭佬咧，真系口水都流晒出嚟啊！好啦，嚟咗个猪腩肉先，佢一个腌过嘅烧五花腩啦，好重蒜蓉味同埋有啲香草味啦。旁边有些配菜，和配了一撇黄芥辣，还有白色的那个是辣根 horse radish。 画面一转，噔噔噔噔，一刀插入李森造型的捷克猪手上台了。味道上和刚才那个五花腩有点像的，都是很重味的，有蒜蓉味和有些香草味。那么点来吃的酱都一样的，有黄芥辣和有那个白色的辣根。辣根是一只你当是有 wasabi 味的萝卜蓉这样。辣根配肉是很夹的，配牛配猪都夹。佢帶少少辣，亦都起到個解膩嘅作用啊！影住呢件係五花腩嚟嘅，呢個好好味啊！個肉有啲 juicy 啦，比較腍啦，同埋佢肥得好均勻啊！豬手都切開咗啦，佢個肉冇咁腍，但係佢正在有塊豬皮食下啦。總括嚟講，兩樣嘢都好食，兩樣都好大份好飽。個人覺得豬腩肉就好食過豬手咯，但係豬手個造型就靚啲咯，有把刀插住好型噶嘛，用嚟打卡一流啊！好啦，食完飯咧就周圍逛下，同埋準備上去城堡啦。俾我见到有本中文版嘅书啊！好啦，又有桥过啦。咁今次我喺另一边行上呢个城堡啊，因为头先嗰边咧就行过啦嘛，所以咧就行埋另一边，俾大家睇埋另一边嘅景色。呢度有条稍微热闹啲嘅街道啊，好啦，到咗入口啦，左转红色呢个门就系啦，但系我当时未知嘅，向前行多几步先至知。跟住停低睇 Google Map 就知道要入呢个门口啦。入到去呢个城堡咧，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个特色咧，就系佢有好多嘢系挖出嚟嘅。嗱，唔知大家睇片睇唔睇得出啦？佢唔系全部啲砖都系真嘅，佢有啲系挖出嚟嘅，有啲砖啊，有啲窗咧系挖出嚟，唔系真嘅。
好啦，城堡第一个打卡位啊，呢度望真系靓，冇任何嘢遮住嘅。咁但系上面咧都有啲位望都系咁靓嘅，但系呢度都好靓，所以喺度望够先至行啦。呢啲欧洲雪景真系有啲童话世界 feel。咁呢个位好得意嘅，喺个斜路嗰度咧有个露台咁样俾你出去望，就系呢个位咯。头先我啱就系喺呢个位度咧就影头先个景俾大家睇啦。咁然后就继续向上继续行啦，而家。嗱，又系嗰啲假砖假窗口啊！佢都畫得好靚嘅，其實呢啲地方打卡都唔錯嘅。好啦，经过一重重嘅城堡里面嘅建筑物咧，再过埋呢条路咧，就到咗一个好靓嘅景点啦。嗱，而家一直行紧啊，就系呢度啦。喺呢度望呢个城咧，真系一流啊。咁但系呢度咧就比较多人啊，我就等啲人散下先，散咗再影俾大家睇。同埋呢度咧，头先喺下面望过上嚟噶啦，大家记唔记得？我剪翻少少片俾大家睇下，等大家知道我行咗上边度先。之前行條橋咧，見到好多圓拱形嗰個地方咧，我就係上咗去呢一度啦。好啦，翻返嚟呢度上面先，啲人走曬啦，而家可以慢慢影俾大家睇啦。哇，真係好靚，我真係好中意，好似童話故事裡面嘅雪國啊！有畏高症的小心不要看，因为我现在会拍到下面给大家看看有多高。拍够相打够卡望够就继续前进了。你会看到它的墙有很多窿，其实这些窿望出去都是很漂亮的，大家又可以逐个窿玩一下了。另一个窿咧，望落去咧有另一个窿嘅靓嘅，咁所以呢个城堡咧，你上到去其实系有排影嘅，即系如果你中意睇靓景嘅话。好啦，喺最尾嗰个窿影多次个景俾大家睇先。跟住继续向前行啦。跟住到咗一个好似大型露台咁嘅地方啦，哇，又有靓景睇啊，真系不得了啊！呢个城堡真系，同埋望得翻头先一路行嚟嘅地方。哇，又睇到呢个景啦！咁我自己就百看不厌嘅，你哋觉得闷就飞咗去啦呢度。我發覺呢度影咧係最成個城市影到最靚嘅位嚟㗎啦，呢個角度係包抄得最大嘅。好啦，影完呢度咧，其實個城堡都差唔多到盡頭㗎啦，咁我都會繼續向前行，行到尾嘅。跟住咧喺个城堡嘅上面呢度咧有个出口嘅，咁我就继续向前行啦。但系我发觉个尽头咧嗰、那个有个好似花园咁嘅嘢咧，就系冇开嘅，所以我系白行一趟嘅。咁如果大家中意，可以睇埋我呢个点样白行一趟嘅。到啦，就系呢度啦。我唔知佢平时开唔开啊。总之我今次上到嚟咧就系咁样噶啦。
咁你去旅行自由行就係咁噶啦，尤其是冇乜大計劃嗰啲時候咧，咁就係會咁樣蒙查查就行咗上嚟，蒙查查咁就行翻落去。呢啲都係玩自由行嘅一個浪漫之處嚟嘅，冇人管住啊嘛，自己想去邊咪去邊咯。嗱，落翻嚟忍唔住影多次俾大家睇，真係好靚啊！即係我都係選擇咧行翻呢個城堡落翻去噶嘛，咁所以經過又影一影啦。好啦，離開城堡啦，咁我哋將會睇多一個修道院啦，同埋會行下啲商店嘅。咁我見到嗰間嘢嗰啲木偶啊、公仔啊都整得幾靚嘅。睇完公仔，繼續向下個景點出發，就到啦。就是这个外形橙色的方济各修道院了，我就没入到去的，但我觉得在外面影相都很漂亮。看完个修道院，现在剩下的时间就是行街街了。现在就有时间看看这个城的商店了，看看有没有东西买啦。行啦行啦，行咗去啲边位嘅，咁啊见到呢度都几得意，咁又影下啦，咁啊会入翻去噶啦。呢度有间好似好大嘅餐厅，如果大家唔想食我头先嗰间，可以试下呢间。咁继续入啲商店睇下啦。嗱，呢啲钟咧我就留翻喺布拉格斯买啦。反而呢啲彩色屋仔咧就几代表到呢一度咯。仲有呢只黑色嘅鼹鼠啊，好似系读演员个鼹啊，嗱错咗话翻俾我知啊。在捷克咧好常见嘅，好多地方咧你都会见到呢只黑色嘢有得卖嘅，咁我都有买咗嚟做手信嘅。呢只嘢系嚟自捷克嘅一套卡通片嘅，咁所以我谂好多当地人都识呢只嘢嘅。又有我最中意嘅酒买啊，不过我冇买嚟饮啦，去到布拉格先啦。好啦，咁啊翻翻嚟呢个广场啦，我就 book 咗咧5点钟嘅巴士咧，由呢度去布拉格嘅，因为呢度冇火车坐噶嘛，咁所以咧我就4点钟咧喺呢个广场，咁就 call 的士啊，同埋攞翻啲行李，因为欧洲啲嘢咧唔会好似香港咁快噶嘛，所以我早一个钟嚟 call 的士。咁我4点钟 call 咧，佢4:20至25分咧就嚟到啦。咁然后就坐的士上去呢个巴士总站啦，因为我拎住行李咧就唔行上去啦，唔好搞啦。嚟到呢个巴士站咧4:40到啦，咁就可以慢慢去下洗手间啦，然后先再上呢个巴士啦。Český Krumlov之旅就完成咗啦，咁就拜拜啦呢个咁靓嘅童话说国世界。嚟紧就翻翻去大城市啦，咁就向布拉格出发啦。今集翻去差唔多啦，咁我就定大家喺下集喺布拉格再见啦，拜拜。